超级健康麻辣烫。首先呢，倒一点点的油，葱姜蒜放到锅里面，下面呢豆瓣酱，这么大一块火锅底料，先把它炒开一下。接下来呢就开始加水了，下面就是超级健康麻辣烫的重点食材纯牛奶。下面就开始下东西了，我们先下丸子，午餐肉，小土豆，金针菇我最爱，麻辣烫的灵魂，青菜来几片。出锅啦，爆酒。